睇下有咩問題先。咁啊，第二仲係三號啊。仲未準備噶，事事亨通啊！我見到個騎師咧就離開咗嘅，事事亨通暫時係次熱門嚟噶。好啦，嗱嗱聲拉埋一邊。咁啊，其他馬匹喺曬集入邊。咁啊，依家咧就了解緊個情況，究竟係點樣嘅？好啦，黃旗舉起，隨時起步。三大熱啊，第八場。好，你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大外檔，實力飛居和氣生財，中間閃耀榮光啊，內欄位置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南區寶走咗上去啦，但係第五位文明之星出面落滿冠啊，後啲先有紅海之星啦，咁啊仲有呢隻紅眼罩城之寶啦，後面嗰三隻就亮先生、信威王子包咗落咩電信標馬嚟㗎。好啦，對面六百啦，前面帶頭就南區寶，咁啊中間和氣生財啊，出面第三位嘅馬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實力飛居啊，中間閃耀榮光第四，內欄第五文明之星。五隻馬拋甩咗少少後面噶啦，再後面嘅馬仲有落滿冠啦、亮先生啦、尾四信威王子、尾三城之寶、尾二電信標馬、搖搖包尾紅海之星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南區寶喺埋邊啊，已經啊佔先噶啦，外邊位置啊和氣生財，兩隻馬就鬥緊中檔位置咧，鬥緊第三位咧，咁啊仲有呢只文明之星同埋閃耀榮光啊，接近終點，埋邊南區寶都仲係佔先啊，外邊和氣生財追緊佢，南區寶一放到底啊，跑第二名和氣生財啊，第三名閃耀榮光。第四名是文明之星啊，咁啊结果又是赢得的，就是赢得南区宝升班，咁啊可能对手水准麻麻地都能够一放到底啊，和气生财都是跑第二，闪耀荣光第三，文明之星跑第四。十号南区宝啊，波件事啊，最后咧3.9倍啊放到啦，跑第二名咧，哇波咗出去又埋翻嚟喎，见到三号和气生财潘顿跑第二，第三名十一个闪耀荣光啦，何铭年第四名咧，初出啊四号只文明之星史卓峰，哇十二号都真系跑得近喎，电信标码出闸都唔系好快嘅啫，咁点和气生财啊，片嚟片去啊，好少见潘顿都咁捞教啊，顺利赢马一放到底，南区宝。留意翻啊！八场八号事事亨通被竞赛董事小组按兽医意见着令退出。啊，罗富全都起马啦。上次发脾气都跑得好啦，今日情绪稳定。喺重播咧，就係睇直路咧，以為嗰只和氣生財後上，其實再擺喺前面，跟住飛咗出去又埋翻嚟。好啦，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十號南區寶獨贏39.5，位置派14.5，跑第二名三號和氣生財，位置派12元，跑第三名咧11號閃耀榮光，位置派20元，跑第四名4號文明之星，連贏3搭10派58.5，位置 Q 3搭10派25.5，10搭11派37元，3搭11派38元。大马赢二马一个马位，二马赢三马半个马位。如果和气生财唔系片嚟片去，都应该赢马个距离冇咁远嘅。我觉得半都斩开一橛咯，头五只系冇实力飞驱啊嘛，后边一扎都甩开咗。
哇！嗰啲電信標話唔係出閘嗰啲意外咧，可能應該會上到名添啊！臨尾都落飛噶，追好多嘅真係。單天啊，三號、十號、十一號派87蚊啊！咁啊，下次睇下減分，可能都死班見啦，得一分啫。收平彩啦，十號、三號、十一號順序派445蚊。波仔啊，近仗都好似频频都有马赢喎，虽然都系前置马，假赢精英嗰啲啊。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进入 A 一隔夜热门派16蚊。二重彩十号、三号顺序149蚊。孤肩重逢，继续赢啊！南区宝。今日四连玩啦，预计派彩三号、四号、十号、十一号派107蚊，有正路嘅赛果。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十号、三号、十一号、四号顺序派1889蚊。赛果都相当之正路啊，结果都拍唔出样，因为好多马真系唔及水准啊。所以都係熱門嗰幾隻翻曬嚟，時時亨通啊退出埋添，臨入閘之前起步啦，最快實力飛區啦，但係騎兩步咧，俾阿潘頓嗰只和氣生財攝住佢嘅。內欄南區寶好跑到震啦，三班弱組咧都能夠贏啦。跟住閃耀榮光、文明之星頭四名嘅馬就喺曬度，後邊嗰只落滿貫轉彎都唔得噶，仲係有啲飛出去嘅只馬。跟住成之寶啦，另外梁先生啦、順威王子啦，保出嚟嘅紅海之星包尾咧，貼欄就電信標馬喎。我前面就五隻走甩咗。我就睇呢分段時間都同標準一樣咁滯㗎，都屬於中等補出賽事。咁啊，前面一堆，後面一堆。我頭先出閘包尾嗰只電信標馬啦，依家都上到尾三四啦。咁啊，逐路擁下啦，目前攞位都唔係好順咯，追翻係第五嘅，都失落最多失就係佢啦。咁啊，判定嗰只頭先嗰只騙出去，我目前咧就慢慢挨翻入去。不過都係前面嗰只已經奠定勝局啦。咁啊，第三名咧就真係比較激烈啲。第八场赛事嘅复榜完毕，为捷 Q 派彩三搭十派25.5，十搭十一派37蚊，三搭十一派38蚊。三拣一派彩啦，胜出咗 A 一隔夜热门派16蚊。二重彩十号、三号顺序派149蚊。四连环三号、四号、十号、十一号派107蚊。四重彩十号、三号、十一号、四号顺序派1889蚊。孖宝头关三号、尾关十号派286蚊，头关三号、尾关三号或者八号派26蚊，留意翻日转头。分段时间头段12秒57，第二段21秒19，末段23秒38，完成时间57秒14。